कसम से हाँ लुटा दूँ मिटा दूँ मैं ये हस्ती याली रहम वाली याली यार पे कुर्बान है सभी याली मदद वाली याली ये मेरी हाँ ना 我们刚才是看了这位大师吉坦德辛格的这个表演啊，现在走上舞台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他的哥哥啊，也是他的这个随行的翻译员，我们掌声欢迎他哥哥来。So, tonight, your brother wants break a record on this stage, right? W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the record to us? He did a 76 times flame last time in India. Now we try to break that record. Okay.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他在这个舞台上创造一个很特别的记录哈，横一口刚才大家看到的喷火的液体，吹火液，吹火液啊，然后就直接要喷，连续不断的喷76次。哎呀 ，So our director told us you are a doctor, right? Can you tell us how can he with one mouth and throughout and 76 times?In yoga, one pranayam process is there. In that process, when you inhale air, you can split that air to 10 to 12 times. And with that 10 to time split, you can put 10 to time flames. I see. 好，这个也是这个和印度的一个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养生和体育的方法有关系。瑜伽。瑜伽，哈，就是瑜伽有一种特殊的呼吸的训练法，然后它可以使它做到这一点。Would you please show us your special breath in yoga? 好，大家注意看这肚子啊。停住了。哦，就是这样不停的练，而且大家可以看每一次他这个地方。哇！哇 ，It's great. This is yoga. 他告诉我，这就是对瑜伽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呼吸训练法，所以他可以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好，76次哈，那我想大家一定非常期待来看一看这个记录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吉尼斯总部对于这个记录是怎么样的规定。规则要点一：火把上所缠纱布的长度不能超过5厘米，宽不能超过1.5厘米。二，对火苗高度无最低要求，但需要清晰可见。So everything is okay?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大家可以发现，除了这个现场，我们放了它的必备的设备之外，还有两个灭火器在现场。过年过节，中国人总是要放点烟花呀，放点爆竹啊，传统习俗嘛。是，但是要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防火措施。哎，对 ，Okay, good luck.Team, do, egg, go.大家可以发现，它中间换气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经过练习的呼吸方式。但是只有一口吹火焰。他的哥哥在竖起大拇指鼓励自己的弟弟。相信心中有一定把握了。哇、wow, 哦 ，finished！ 现场有人数吗？有没有人数？超过76了吗？有没有超过？有啊。哎呦。好。OK。OK。OK。Yeah, Liz. Yes. Everyone is waiting the result. OK. As you know.
Jesse's current record was 76. 对，原来的记录七十六个。Again, that was absolutely amazing to watch. I don't know how he does that. The final number of flames achieved here today was 95, which means it's a brand new champion. Yes, you made it! 而且大大超过原记录，哇！太厉害了！来，各位朋友们，在我们为他送上奖牌的时候，此时此刻，谁见证？我见证！哇 ！Congratulations！今天的记录也是有成功有失败，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每一个挑战者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让我们再次掌声请上他们，有请各位。所有在场的朋友，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见证了这一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我们的中国之夜。当然有成功有失败，很正常，我相信成功者还会期待着更高的目标，而我相信今天暂时在这个舞台上失利的朋友还会带着微笑，带着更多的自信回到这里，带给我们更精彩的表演。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一个开放的舞台，只要你有真本事，你就可以来尝试，我们共同等着您。好了，各位，感谢您收看了今天的特别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再见。世界真奇妙，我们都给你，只要你需要。有信心的没把握。世界真奇妙，我们都给你，只要你需要。我们都给你，只要你需要。勇气和力量的挑战。